34岁嘅何超允，自2013年同比佢大12岁嘅陈山聪分手之后，就变得少有现身公开活动，到今年先至有较为多分享生活点滴。何超允最近分享佢同两位闺蜜嘅两张合照，地标位于葡萄牙嘅一间餐厅，佢哋并排坐喺餐厅外沿海嘅石驳上，相中三人摆出同2016年一样嘅 pose 同表情，超云一副扮喊嘅样，相当可爱。而最令人震惊嘅系佢7年嚟嘅变化，外貌居然完全冇变老。其实自从佢同未婚夫拍拖之后，个样都好似变得比以前温柔。